你看他们都超爱为主发光，来想唱什么？为主发光。哇，大家都想要为耶稣为主发光，所以我们举起你们的右手。来，那个瑞瑞哥哥今天比较隐蔽，他平常都在电脑旁边，那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哪里？我们说一二三，瑞瑞哥哥们，一二三，瑞瑞哥哥，我要音乐。哎，音乐还没好吗？好，没事。那个台山哥哥，他说哪一首？为主发光啊！为主发光，我们的默契，给我默契。阿姨的手也可以借给我们。哇，各位爸爸妈妈，你们有见到你们的小朋友有成长了吗？有。你看爸爸妈妈都很高兴，明年还要不要来？要。全部我先在那边推广一下，不然明年就不用怕招不到了。明年还要不要来？要。哦，还有那个于渊哥哥，好不好？ Yeah! 他资料已经传给我了。好，你们还除了学会煮饭，还要学什么？那还是爱你这首歌，我们到自己的家长身边唱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。